才能不投多罚球。这么破，人员非常的密集，然后还有垃圾也都是露天的，腐败的垃圾还有，然后看到他那个厕所也非常的脏，所以我们就重点把这些地方进行那个消杀。主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这个病原微生物的这个滋生，还有垃圾呢，就是减少这个蚊蝇啊，这个滋生，啊，然后切断这个传播途径，想达到无大疫的这个目的呢，我觉得这个环境的清洁呀，还有这个消杀呀，非常的关键。